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见到呢本卡宝咧，大家知咩事啦吓？嗱，如果有睇我 Annie 上集介绍闪卡嗰段片咧，同埋你有 like 嘅话咧，就好期待呢一集嘅嚟临啦！真系，唉，阴功啊！呢本卡宝啊，上集咧系冇俾大家睇背面，我唔记得咗 show 背面，呢个系背面嚟嘅，正面就有呢度，系啦，上次 show 过正面噶，背面，咁真系，唉，上集。有條友就話：如果段片有1000個 like， 咁就搣一張閃中閃，真係抌心口啊！竟然四個鐘呀，就1000 like 啦！唉，點解我唔講10000 like 呢？我張閃中閃4個鐘頭就俾人 KO 咗啦！咁我見網友咧有啲留言咧就話都但我唔捨得啊！有啲網友就話不如唔好搣啦。搣佢嗰张添，有个网友就话：嗱，咁有啲网友咧，佢仲好好人，佢见我冇500号，打算送张500号俾我添。咁其实咧，首先系多谢各位先啦吓。嗱，咁咁珍贵嘅嘢咧，我都唔系几好意思要你哋嘅。咁而搣闪中闪嗰度咧，其实我自己内心深处咧系非常之想走数嘅。但系我见到个 like， 哇，成2000个啦，而家凑凑下。好啦，算啦，闪中闪，你系时候牺牲噶啦。咁我上集就讲啦，就唔好令到我咁肉痛啦。其实都，本来我谂住揾张相同嘅，但系我见到我张相同嘅闪中闪咧，其实就好直啊，好靓啊，张闪中闪。咁可能咧，我就拣一张不如啦，拣张比较潮嘅闪中闪，因为我发觉咧，我有张闪中闪咧，唔知点解咧。是很潮的、我想跟大家讲先，其实以前呢我们储闪卡的年代呢，为什么有时有些卡会潮了呢？即不是我们保存得不好，是我们那个玩法。什么玩法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呢有时会拿一些闪卡出来跟人家玩拍卡或者是谷卡，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？如果是跟我们有那么长年纪80后那些呢就知道了。那我发现呢这一张闪中闪呢是潮潮地的，但我没有开过的。那不如我开这张吧，我都不知道这张是什么来的。还要是红框，红框是非常珍贵，因为是这个系列的头三季。那我小心翼翼拎出来啊，有少少潮的这张。这个卡宝呢有奇怪之处呢，你拎啲闪卡出嚟呢係好容易整头啲闪卡的。佢呢个设计係比较差喎，呢一个位啊真係衰。咁我 zoom 一 zoom 先。咁啲闪中闪之前呢，我攞咗张贴纸嘅底纸，咁啊将闪中闪移过嚟呢度，希望可以呢就保存得好啲呀，將閃中閃個面呢度有少少潮。咁邊位呢都有個角呢都有少少潮。好啊，開始啦，搣唔到啊，搣兩張一齊起咗。其实呢张系咪闪中闪嚟噶？搣唔到嘅，好紧张啊！你会得？唔系，都系唔得。可能摆得太耐啦，两张贴纸可能已经融合咗啦，会唔会咧？终于搣到啦！太耐啦，张闪卡，终于搣到直角。嗱，都要咧，俾个 like 支持我，因为真系好大牺牲噶。其实真的很残啊，张卡蓝色框的、哦、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好奇心嘅，都想知道里面是咩嚟嘅，终于俾我见到啦，趁呢个机会。
哇，我都是第一次见的。我放在这里先，待会我会黐回入去，但是把钩子乱了，死火了，乱怎么办啊？黐不回可能，喂，这么大火太旧了，一搣出来就没黐力了，算了，找数了都。嗱，咁呢兩張卡咧，裏邊嘅角色係一樣嘅，孫悟空、杜拉格斯同埋阿比達。咁不過咧，出邊咧就係普通樣，入邊咧就變超級賽亞人。Power 咧就由11去到12，下邊嗰個格仔咧，呢個係3嚟嘅，呢度係5。咁呢張卡咧就係89號，但係裏邊咧就冇號數嘅喎。嗱，出边嗰张就闪中闪嘅花啦，入边咧就系单闪嘅花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叫做找咗数啦，我哋而家我需要做嘅嘢就系咧，黐翻张闪中闪落去先，快啲黐啊！希望佢唔好冇晒黐力啦，黐到啦，总叫黐到，握翻实佢。咦喂，咁其实我咁样找数，找咗都然冇找嘅喎，你睇。不过很多时咧睇张闪卡有冇搣过咧，系会睇佢有冇啲气泡喺中间谷起咗啊嘛。我自己摸落去咧，仲有少少好似谷起嘅地方。一阵我拍完片，我慢慢再修补翻吓。咁虽然我系贴咗上去啦，但系咧佢个残嘅程度咧系更加之残啊。我唔知道拍完呢段片之后咧，会唔会有网友咧留言就系话咧要我搣其他闪卡咧？我好担心啊，其实呢件事，或者叫我搣暗闪。我不知道有冇暗閃相同咧，我自己翻去睇下先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先。嗱，另外咧，我本身我都有其他閃卡嘅喎，好多其他以前嘅動畫咧都有出閃卡嘅。我不知點解我儲埋咧有其他唔同嘅閃卡嘅喎。睇下下次會唔會介紹一下我嘅其他閃卡、其他動畫嘅閃卡嘅珍藏啊，好唔好啊？所以咧，大家記住啦，嗱，你哋中意咧，俾個 like 我支持我，同埋咧 share 我哋啲片，仲要記住訂閱我哋。好啦。多謝大家收睇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